最近是不是很流行一句话说，人类就跟垃圾一样？虽然这样引用显得很没梗，但没有骗你哦，我是真的很常这样想。大排长龙的咖啡店是华而不实的，比味道更重要的是拍照打卡漂不漂亮。大肆宣传的音乐剧是华而不实的，特邀几十位 YouTuber 网红来客串，流量满满，恭喜发财。结果开场音乐一下，演员上台走音、跑调、忘词，所有伤害全都挤满了。可是没关系啦，只要上网广告用力买，还是可以买成好评如潮，家常不断。反正大家其实也听不太出来。人们渴望的邂逅也是华而不实的，发生在各大城市闹区的车站。不好意思，可以耽误你五分钟吗？那我刚刚经过，然后我刚刚跟朋友吃完饭，我觉得你的眼睛很好看，所以想要认识你一下。这好像算不上什么邂逅啦，因为我们可以马上对那些渴望乱枪打中什么的人说，不好意思，不方便给你我的 LINE， 不好意思，不方便认识你，因为你不滑也不实，然后还不太好看。怎么这么烦呢？长大成人之后的世界怎么会这么烦呢？这个世界没有好梦，也没有噩梦，美梦、清醒梦、白日梦全部都没有，也不被允许有。所以无论活得模糊还是清醒，都显得格格不入。难的是在每一次感到讨厌的时候直接说出讨厌，更难的是在每一次感到喜欢的时候直接说出喜欢。所以你就承认吧，你不自由的生活，你脑中做的那些难以实现的白日梦，其实跟我的没有什么不同。